各位观众大家好，咁今日就系呢个职业六嘅呢个比赛第三日，就对呢个玩家球队啊，咁 OTR 就低去十，唔系低去八。好，咁低去八，咁我就焗住要摆个防守阵出嚟嘅，睇下两边嘅球员先。冇错，大约就系咁样啦。好，咁因为啱啱都见到啦，因为佢。佢 OTL 比較高啦，同埋係比較難應付嘅，所以我就決定要擺呢個 C， 用呢、這個，啊嘿，撳錯咗掣添，係算4213，即係433咯，比較偏向防守少少嘅，防守少少嘅433咯，咁啱先撳錯咗。撳錯咗掣，連埋後備嗰啲都轉曬做高積極性，咁做乜嘢啦？咁算啦，38個就豪俾佢啦，又唔係冇，不過真係有啲嘥嘥地。大家好，就嚟開波啦嚇！兩隊而家咧，呢場真係大戰啊，仲要作客添，希望和到要和呢場。球精靈的嗱，加埋 OTR 我係。差七嘅啫，好睇定啲先啊！咁就安力揀，點解佢房中會上到嚟咁前咧？佢搞事，都唔好反擊先。哇！佢咁樣放一放個波埋，已經打穿曬啦。喂，何西卡利祖。越位，食咗炸糊啊！何西卡利庄，喂食炸糊啊，大佬，唉傻仔，傻仔越晒位，但系呢球粒真系粒得靓，但佢咁快就已经有个攻势，都系一个警号。嗱，呢度攞到 Pogba， 呢度整一整嘅時候係俾人攞到個波，攞唔到。哇！好彩接到。嗱，猜住先，唔使急，慢慢嚟。冇乜人進攻啊！喂，大佬，我叫你防守多啲人防守啫，唔代表冇人進攻噶喎，大佬。嗱，佢中場都比較空少少啊，睇下有冇機會偷到雞啦。冇扭啊，冇啊！嗱，呢度控球控咗好多啊，但系唔知系咁样都可以交失，我都唔知点解会咁。佢有中间唔交，系要交左边。多啲人防守，多啲人防守。對面都好多人進攻，哇！引咗個中場出嚟，跟住呢度暫時就喂唔好咁回防喎、啊，喂呢度放咗個波埋嚟，踢唔到啦。波踢翻去
安全地带先。诶、哎，冇人攞啊！普巴沙，喂呢啲位，喂食糊位嚟噶呢啲，唉、哎、好彩。佢都几用噶喎，单人匹马自己埋门啦，争少少做埋英雄啦。是不是角球啊？哇！咁样批入网，呢个波咧佢顶得系好型嘅，所以咧能够控制到入波嗰个方向，我们完全冇得救。冇啦冇啦，飞火啦！我觉得今次真系空多吉少，睇下佢成个个走位系非常之靓，同埋我啲后卫都冇跟实佢。佢咁样食一食个西又。佢应该佢就系个头咁样扇一扇个波咁样，用翻个船嚟到扇咗去个，即系扇翻龙门嗰度，应该就系咁啦。嗱呢度 OK 嘅，喂，但点解喺可以喺？点解可以喺？点解可以俾人哋喺后边咁样喺度咁样抢到噶？完，决定咗啦，决定咗嘅嘢唔会翻转头。攻防兼备啊，防比较偏向保守少少嘅阵，竟然喺度玩进攻，真系啲球员真系会精神分裂。喂，呢度。不过有人接应先得噶。喂，远嗰度喎，大佬。喂，呢个跑狗嚟嘅。冇啦 ，keeper 没收。哇，好叻喎，咩料啊？又系要咁啦，唔知做乜嘢。一录影，尤其是 PSCM， 超热啊部机。影相嗰个镜头啊，仲更加热添。最熱就係嗰個位啦。馬高雷斯帶住個波攻上去。靠運嚟，靠運嚟！喂，交隊俾尼馬，喂 ，Spice， 喂，第一腳啦，大佬。個波飛出嚟，咁樣都俾人搶到。哇！呢個跑狗嚟喎，大佬。唉，出事啦！诶，冇事，但系差少少。喂，喂，就去完场啦，完场未啊？上半场结束。完全俾人揿住嚟踢。但明明嗰啲球員應該係勁咗嘅，點解 OTR 度上唔翻800嘅？奇怪啊！球證吹雞，下半場開始。真係奇怪。又俾人搶啦！有冇咁容易俾人搶啊？
喂，你点交波噶？嗱，呢度嗱交到过嚟就嗱，点解唔迪少布哇咁样放到过嚟右路，哇 cross 入去第一时间 cross， 喂第一时间啊喂！列奥斯啦喂，唉，唯一嘅攻势，佢又唔第一时间 cross 入去，中间咁多人点都得啦，跟住之后又唔知点样 cut in 嘅时候又唔知。一大片混乱之后，去到禁区小禁区顶嘅时候，俾人哋抢到，成功解围，系唔知做乜嘢。卡云尼同对手单对单，喂，唔好玩咁多花式啊！啊，中间有三个啊，啱啦，啱啦。但是质量真的非常之好啊， 是可以好到比人哋龙门一下接实咗，非常之好的 cross， can 九喂唔喂十二交啦喂交啊大佬，佢系咪一时之间脑袋一片空白咧喂？呢、这个波点会自己射噶？梗系俾人啦、啊！我真系好想换走呢条友，呢、这个啊，不过算。我有75分钟，是大局已定啦，正式是会输波啦。救命啊！抢佢啊！都冇做到个逼抢，同埋，哎呀，点解？呢、这个 PSM 同真实足球实在差，呢、这个 PSM 同埋真实足球实在差太远啦，好远好远好远，完全都唔似嘅。放过去，放过去，放落去，放落去俾十八号，俾十八号啊，大佬！撩啊你！你个试一放落俾十八号，咁佢走位一落底线咪 cross 入去咯，唉，真系好智障，冇乜默，有冇默契，连嗰个踢波嘅 concept 都冇。鸡声响起，盖隆达今日踢得唔好，而家一定要揾机会翻身啊！好，好，好，揾机会翻身，冇机会啦！睇下跌到第几名？第三啊，大佬，系第三啊！有边个可以
三战全胜台湾 number one FC 咁串。好啦，咁今集就嚟到呢度先，下集再见，拜拜。